我没有听小黑说过，因为这几天在跟粉丝。认识就好上了。我还没有更新啊，既然是小黑的女朋友，那我肯定要给她看一下。别看一下，一个没有好的，我喜欢这个。有，你看你带的这么多货，你看两包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哇，你的货也多的嘛，我是比你漂亮嘞。这个很漂亮了，你看一下，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哇，这天哪，小黑的女朋友的货就是好看。对，小黑也好看，你看人家的女朋友的货，也不差呀。对，你看一下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。天哪，这个是甜甜圈，每一颗的话都是又干净又冰又种水又好的。 这个是甜甜圈，每一颗的话都是又干净又冰又种水又好的，这个可以做手工链，后面没有封底。没封底，你看一下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。天哪，这个是甜甜圈，每一颗的话都是又干净又冰又种水又好的，这个可以做手工链，后面没有封底。没封底，你看一下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。天哪，这个是甜甜圈，每一颗的话都是又干净又冰又种水又好的，这个可以做手工链，后面没有封底。没封底，你看一下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。天哪，这个甜甜圈，每一颗的话都是又干净又冰又种水又好的，这个可以做手工链，后面没有封底。没封底，你看一下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。天哪，这个甜甜圈，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。因为平时的话，每一颗都是其实那种小灯泡，品质很好，这个还可
看姐姐们，这个其实不用压的话都很好看，它就是很透很冰，然后底部的话这样子全都是开盖的，没有封底啊，很好看。妈呀，这个小黑啥时候找到女朋友？你是找到女朋友吗？看来我是没有机会了。姐妹们，你们就不要再提了啊，我是没有机会的了。那这样子吧，好朋友的价钱，你有多少的？我要30个，三十个，三十，不是30个，是30个，三十个。然后呢，你们我向我拿过来。好，那小黑凑合也可以。然后你这个的话就算38一个。38，怎么可能啊？你看一下品质嘛，这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都不用大灯，你看一下，一点黑点那些都没有。我知道，都是好的。我要30个，我要3个试试，我要30。试试面卖2000-3000的。第一次来，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，对不对嘛？我也想给你拍照。你看小姐，我不是这有个一两个的货，你看我这么多货，对不对？因为第一次。30个一万一千4000，好不好？链子的话我自己做，我自己带一条链子给你们。你们这个的话，到时候我跟你们讲链子，姐妹们，30单啊，品质的话，每一单的底料你都要很好，就是你后面箱过来的话，就是必须要品质的。我东西按点量给你收。啊，对，你东西按点量收。好看，来，姐妹，开始了，奥利奥，我是完全没有机会了。然后你们两个早点结婚，百年好合。好了，咱们我先给你10000块钱吧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你箱好了，你给我送过来。哎，现在1000多块钱，你到时候一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谢谢你给我开的张，谢谢。我今天吃了瓜，从来没有跟我讲过。哎，谢谢。完蛋了，今天晚上。谢谢你，姐。心都吃完了。我也没想到一旦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小黑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，好好珍惜他，知道吗？他一直追我很久了，然后没有答应，我答应就今天。答应的。好啦，姐妹们，今天的话，吃了一个这么大的瓜，然后的话还买了这么一大批的料子啊，我觉得还是很值的。这个料子很好看，甜甜圈，380一个的话，说实在的，买个料子的多钱都不够，380一件，这个价格真的是完全没有谁了。每一样的品质的话都是非常好的，喜欢的宝宝的话，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告诉个瑞子，不要忘记了关注瑞子哦。